Hello, everybody， 我又来了，我来干嘛呢？我现在就是又要骂人啦！我不懂哎 ，Why？ 开车的朋友们，你们在停车坑，你们要出来之前，是不是可以看一下后照镜，并打一下方向灯呢？是呗？你只打一下方向灯，看一下后照镜，是不是死？是不是？你就在停车坑突然这样汹汹啊，那搞出来 ！Oh my god！ 你要多少人家破人亡才开心？拜托，开车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要从停车坑出来，看一下后照镜，打个方向灯，确定没有人再出来。好的，对，然后开车的时候就不要讲手机嘛，人家停红灯，你觉得你在60秒之内能把手机讲完 ？OK， 我 OK。But 你看一下，已经绿灯了，绿灯啦，我已经逼你崩溃，绿灯喽，还在那个讲手机，后面都在扒你了 ，OK。新闻也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到处一直宣导开车、骑车不要讲手机，你就是偏偏不听，制造别人的困扰。你是不是有问题？有 ，That's right， 你有。OK， 在停车格，你要出来随便，不是大家的。But 遵守交通规则，看这个后照镜，打个方向灯，停红绿灯，要绿灯的时候看一下。把这边的背开的夸我，把这背给你，这给你给个拉出来。Kiss， 我是陈平，我希望这些世界大家一起去圈到。谢谢大家。拜拜。